绝中就过去了。今天乐园时光又要告一个段落了。那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节目的地址哦，幸福调频 FM96.6， 每个双休日傍晚的17点到18点，智慧哥哥和小鹿姐姐在七彩乐园等待大家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宝贝，我用彩虹和你约定，风雨过后阳光会微笑，平安的长大，迎接希望的未来，就像红橙黄绿母亲到天德商都买机电，也到天德商都买电子元件，当然还是天德商都。天德商都地处峰山路58号余姚中心城区，全种类多品牌一站式工业配套专业市场，电话58220967。全程看保利，保利国防兵器展8月震撼登陆，歼20战机、装甲、坦克整装亮相，敬请期待。保利桥东国际58121999，保利国防兵器展提醒您准确对时。亲，这个双休过得好吗？966幸福主播林红温情问候，轻松双休与你同在。现在是傍晚6点。金泰百货下款2.5折起出清，金泰黄金珠宝节周大福名牌老凤祥有特惠，化妆品有满减，爱去七夕，清凉逛金泰，畅享冰爽价。29年前，桑塔纳来到中国，缔造了一代经典。29年后，全新一代桑塔纳耀世新生。全新桑塔纳余姚华科7月惊喜聚会，详询6286-1888，市南西路1758号。新品锦悦丸久仰汉室推出，大宁波最顶级定制式社交别墅，国礼上的半山独栋，锦悦丸久仰董事长的堂会，8888-1111。盛大财富广场星巴克哈根达斯强势入驻，30到200平米全动线无死角绝版金铺，全面认筹中，财富热线6264-5588。 FM966 给你幸福的理由， FM966 幸福不是传说。966晚新闻由中国移动余姚分公司特约播出。老公，陪我去超市购物。老婆，你不是最爱网购吗？刚装了宽带怎么又要去超市啊？哎呀，就是刚装了光宽带才要去超市呀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装的是移动光宽带，6兆包年还送100元超市卡，太值了。中国移动光宽带好用又实惠，6兆包年低至465元，再送100元超市卡，每月保底消费58元，加20元即可玩转6兆光宽带，详询10086。城市幸福调频，966晚新闻 Evening News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是2013年8月10日星期六，欢迎收听966晚新闻节目。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市委书记毛红邦。